很辛苦，要抗争，要争取权益，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。我们今天一大早就上来到这里，那现在天气这么不好，我们依然保持在这边，加油！加油！不应该让老师感觉到他的教育专业职业受到最好。其实我今天怎么样，也必须要请假出来为老师们发声的最主要原因。今天要来这边抗议那个教师法二修，他把我们的教师专业践踏在地上。我们的政府可不可以在没有跟我们劳工协商下，恣意的去提出法案，并且要在立法院强行通过？请问这样可以吗？不行！所有的受雇者都应该要珍惜所有的劳动价值，还我五一劳动节！还我五一劳动节！我们来疾呼，我们的专利应该受到肯定，教师法不应该这样的修正，这样的修正怎么对得起我们在基层努力的老师呢？各位伙伴，我看到大家在这边，我真的很感动，然后也这是一个不容易的战争，因为如果大家从媒体上来看，就知道说整个社会的一个氛围就是想要砍老师。哎、欸、啊，今仔日啊，落雨落到安尼，恁来会来遮游行？拜托的，我昨去予阮家迄个修理冷气，讲要来迄个气着啊。冷气是安怎？冷气的哥伊甲我讲啊，伊讲啥物？今仔日要来阮家修理冷气啊，伊又甲我讲，伊五一劳动节拢无放假，伊要来修理冷气，我著甲伊吐讲，我嘛无放假啊。做老师本来就袂使放假啊！我即摆当然是安尼甲伊讲啊，我就甲讲，我做老师，我迄工嘛无放假啊。哎、啊，就讲我佫甲我讲，啊，你就是放教师节啊，你当然袂当五一劳动节放假啊。哎、欸，拜托诶，教师节有放假，迄交鬼共款呢？对，我捌听着啊，毋捌看着，是毋是安尼？敢有放过假？根本就无。嘿啊，我就安尼甲伊讲啊，看伊就伫遐一直笑，伊就讲，嘿啦嘿啦，啊无咱拢足歹命，真正是安尼，我今仔也无来抗议，免来耍，对。